早7点问冷暖就在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张静。大家早上好，我是周韵。今天是2019年的7月14号，星期天。欢迎各位周末的早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河南啊有一个学生打老师的那个视频，在网上疯传，被判了1年半的这个寻衅滋事罪。但这个事情是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还有一个其实是说，当年那个老师辱骂和打骂这个学生，的确也给他造成了很重的伤害。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可能还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呢，是在陕西商洛的一所中学里啊，有一名初一女生不仅是遭到老师的长期辱骂，甚至老师还诱导全班同学一起对其进行人格侮辱。那这名学生呢，是录下了这个老师100多条录音，总时长呢是超过20小时。老师在其中辱骂的内容呢，完全可以用不堪入耳来形容。这个消息一出啊，是立刻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所以这就让我想起之前我们说的这个河南这个事例。那个是20年前，没有录音录像，你也说不清楚。对。但现在在课堂上，这个初一女生是把它给录下来了。结果呢，据我们的了解啊，这所学校的个别老师竟然是认为呢，这位老师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教育方式不当，有点言语过激了。老师对学生呢具有这个惩戒权，这点毋庸置疑，也是大家支持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老师有公然谩骂、侮辱学生的这个权利。老师拥有惩戒权，难道就可以对学生进行随意辱骂了吗？对于这件事情，您怎么看呢？惩戒学生又该把握怎样的尺度和分寸呢？赶紧拿出手机摇一摇，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讨论。稍后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后面板块当中会给大家带来详细的报道，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摇一摇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页面，将有机会获得我们免费送出的50本书。另外，今天第一时间还会看到哪些内容呢？来了解一下。陕西商洛一初中生称长期遭老师辱骂，内容不堪入耳。当地教育部门介入调查，一考生没考好，篡改3名同学高考志愿被拘，只因发生矛盾。一女生高考志愿被他人恶意篡改，第一时间关注，填报高考志愿如何加把安全锁。新一轮强降雨继续，江西部分地区爆发山洪，部分村庄被围困。湖南中方低洼处进水，400多人紧急转移。安徽黄山多地发生内涝塌方，多方联动紧急救援。聚焦热点事件，搜索时事新闻，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上榜的新闻呢，有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今年的夏粮总产量同比增长2.1%。新小麦上市，4省已经启动最低收购价，还有天宫2号呢将择机受控再入大气层。一个一个的来了解，先来看看国家统计局昨天呢发布了数据，今年的全国夏粮总产量为14174,174万吨，比2018年增加了293.1万吨，增长了2.1%。2019年全国夏粮单位面积产量同比呢也有所增长，比2018年增长了3.5%。眼下呢，正是这个新小麦上市的高峰期。目前，安徽、江苏、河南、湖北4省已经启动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而山东呢，也从今天开始启动。今年的收购情况怎么样？我们一块儿去小麦的主产区看一看。河南滑县是全国小麦生产第一大县，今年全县小麦总产量接近20亿斤，比去年增产1亿斤左右。形成销售商品量呢，就是16亿斤左右。现在我们已经备足了仓容，并且准备好了近20亿的资金，引导各企业入市收购，要确保好的小麦能够卖个好的价钱。按照国家的规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分为3个等级：3等小麦每斤1.12元，2等小麦每斤1.14元，1等小麦每斤1.16元。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的一个收购点，种植户告诉记者，今年的小麦品质不错，价格也不错。我今天拉了是3万澳金斤，价格是一等1块1毛6，这个总共是今天是给我3万7千多块钱。根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小麦主产区已累计收购小麦3053.4万吨，同比增加595.2万吨。全国小麦产量和品质较往年均有大幅提升。目前，粮食收储部门正通过一卡通系统进行收购，保护受粮农民的权益。一卡通上有他的姓名，凭这个一卡通称完以后，可以到计算时，直接一卡通结算，随时款就打到农民的银行卡上，打白条的各种现象全部杜绝了。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呢，根据计划安排，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已完成全部的拓展试验，计划于北京时间2019年7月19号择机受控离轨并载入大气层，少量的残骸将会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是在天宫1号备份目标飞行器基础上改进研制而成，由实验舱和资源舱组成，总长10.4米。舱体最大直径3.35米，太阳帆板展开后，翼展宽度约18.4米，起飞重量约8.6吨，具有与神舟载人飞船和天舟货运飞船交会对接，实施推进剂在轨补加、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等重要功能。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于2016年9月15号发射入轨。设计在轨寿命2年，截止目前已在轨飞行超过1000天，平台及载荷功能正常，状态良好。受控载入大气层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按预定计划扎实稳步推进。天宫2号载入大气层后，我国将及时对外发布信息，通报有关情况，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媒体全搜罗新闻在发现，来看今天的媒体新势力的榜单。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和言行举止啊，不仅决定着师生关系是否融洽，更会对孩子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一直提倡老师对待学生要循循善诱，而不是简单粗暴。但是在陕西商洛某中学上初一的婷婷，却遇到了这样一个老师，就因为她学习成绩不好，老师呢不仅是长期对她进行辱骂，而且还诱导全班同学一块儿对她进行人格侮辱。我们来看看。贱人呀，傲货，然后自怂，然后不要脸。他每次都逼着说：“你下学不要来，你要是再来的话，我就把你捏死到教室，只要你能承受得了。”说话的婷婷今年13岁，就读于陕西省商洛市商丹高新学校初中1年级。这些侮辱性的语句，她已经承受了近半年的时间。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不堪入耳的字眼，竟然是出自婷婷的班主任，一位姓王的老师之口。从早上晨读一直到晚自习，然后就是只要有他的课，基本上都在骂我。然后是一节课少的话6、7次，多的话就7、8次、8、9次那样子，然后就是上着上课无缘无故，他想起来就骂。婷婷说，自从本学期初转入这个班级，班主任王老师就嫌自己成绩不好，时不时辱骂。而原本性格开朗、爱交朋友的她，在这里没有一个朋友，因为老师不许。只要一接触，然后老师背后就在那骂他们，说是不能跟我在一起，说是要是跟你的跟着傲货一块，你们也会被传染成傲货。不敢反抗的婷婷也曾把情况告诉父母，家里人虽不完全相信，但也就此事在4月底与校方进行了沟通。然而事态并没有得到遏制，婷婷只好继续默默忍耐，直到6月的一天，实在受不了，然后哭着跟大家说是，要你们不相信，我可以给你录音回来，只要你们听到录音，你们才相信。这帮孩子，你狗下人再来，你他妈谁死到教室？你咋看你爹？你不天天回教室咋的？你咋不过来死来？你咋闹子气出来？还这么说？这让人黑你，谁不是？你这个教室还有啥吃的？你想想死人的教室咋的？从6月14号到7月5号，婷婷一共录下了100多条录音，时长超过了20个小时。那我刚才只是听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就已经非常的气愤。一个班主任老师竟然在课堂上公然的频繁说出辱骂性的字眼，甚至还诱导着全班学生一起对婷婷进行人格侮辱。面对这样的情况，孩子的如此遭遇，任何言语都不足以表达婷婷家人的愤怒和痛心。我想起这事情，我简直就这手麻，我这样一听，那王姐抢我录音，我都不敢听，我一听，我就浑身颤，我都说不了话。我就是学习差了点，但是你也不那样子天天辱骂我，伤我自尊。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又没有跟你有什么那么深的仇，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我？我觉得他这一个老师就不配当老师，确实不配当老师。完全想死的那种感觉，有时候就在想自己活着还有什么用，天天被老师这样骂。婷婷说，在商丹高新学校这个寄宿制校园里，她的学习生活没有丝毫快乐可言。我现在真的想离开那个魔鬼般的地方，那真的像个地狱把我困着，完全不想待到那个地方一分钟一秒钟，这地方真的是想摆脱那个地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位教师频频对一名13岁女学生口出恶语、讥讽谩骂？记者电话联系上了婷婷的班主任王老师询问情况，对方并不认同辱骂一说。那您有没有辱骂他？我批评过他。那您一般是怎么批评他的？我大概就是说，让他写反思，让他站到他座位上。那您有没有问全班同学他见不见？我没有，咱们都是有素质的人。就您觉得您的教育方式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在言语上有些不妥。这个录音当中的内容啊，简直可以用不堪入耳来形容，完全是超出了教书育人的合理的范围，是对他人人格的侮辱和诋毁。目前呢，当地教育部门和商州区纪委已经对婷婷一家人所反映的问题展开调查。那么对于这件事儿，涉事学校又是什么态度呢？孩子不能上学了，那孩子是在家长的不能这个正确认识学校教育的情况下，测试孩子和老师去搞对抗，这也是一种教育的悲哀。说老师他教育的时候他生气了，就是把学生说两句，我觉得这不为过。为什么呢？因为爱孩子，他爱孩子像爱自己的孩子那样。所以说呢，他说的时候可能教育方式不当，可能是那个有点过激，可是他的出发点心情是好的，他为了激发自己这个孩子。正教处老师的如此言论让人惊讶，原以为是他们不明情况。正当记者准备提供录音内容时，对方表示昨天已经听过了。您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位老师我们知道是说了什么？您都难以启齿。也就是说用词不当。所以您觉得老师的教育方法是没有问题的？教育方法也是正在调查当中，确有此事。咱们学校有学校的师德规范处理规定，那肯定对他也有严肃的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处理之后，会给社会一个交代，会给家长一个交代。学校的教师光荣榜上，婷婷的班主任王老师赫然在列，各种优秀的头衔让人很难将他和那个录音中对婷婷恶语相向的王老师联系在一起。而商丹高新学校的校领导一再表示，老师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爱学生。显然，这样的爱婷婷承受不起。我想，任何一个幼小的心灵都无法承受。那目前呢，婷婷的家人已经决定要给孩子转学，但王老师对婷婷的所作所为却不能就此接过。学校的调查结果会是如何？教育局又会做出怎样的处置？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呢，又有了一个最新的进展。陕西台都市热线栏目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称呢，昨天晚上的7点半左右，商洛市商州区科教体局局长、学校校长等3名相关负责人到学生家中真诚道歉，并表示将从严从重处理此事。这学生有错啊，老师可以批评惩戒，但绝不意味着可以随意的辱骂学生，这不是教书育人，是侮辱人格。这样的这种行为能不能不能仅仅是用这种言语过激来搪塞吧？更不能因为什么出发点是好的就听之任之吧。这样的打击、谩骂和歧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伤害是非常巨大的，甚至会影响他的一辈子。因此呢，也不是一个道歉就能够开脱的。我们说，老师对学生拥有惩戒权，但绝不意味着老师可以无视学生的人格和尊严，更不能以爱之名行伤害之实。这不仅有违师德，也是违背教育的初衷的。教育不能被辱骂替代，老师呢更不能只盯着成绩这一块儿，否则我们的这个学生就不可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对于这个事情的后续的调查和处理呢，我们还会继续的关注。但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也和大家来聊聊这个事情。老师对学生是具有惩戒权，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像刚才这个老师这个做法，大家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呢？到底在今后的这个课堂上，这个惩戒权到底该如何来进行约束呢？欢迎大家到我们第一时间的官方微博上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觉得怎么才能拿捏好这个度？另外呢，再次提醒各位，进入微信选中摇一摇摇电视，可以看到我们的抽奖页面，我们呢还是会有免费的好书送给大家，期待您的好运气。还是跟教育相关。我们现在看到，这高考过后呢，填报志愿又成了考生的一件大事儿。有时候考得好，真的还不如填得好。不过，浙江台州市天台县3位考生按照自己的高考成绩分别填报了各自心仪的这个学校，但没想到随后自己的志愿被别人给篡改了。谁改的呢？竟然是这3个人的好朋友陈某。目前，这个陈某已经被行政拘留。7月3号，在浙江台州，考生小张查看高考志愿情况时，发现之前所填学校变成了一个从未填报过的学校，而高考志愿填报在6月27号下午已结束，不能再次修改。小张将遭遇告诉同学小豹和小汤，结果2人发现自己的志愿也被篡改了。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与3人关系很好的朋友陈某有重大嫌疑。陈某称，因6月26号回校填志愿，发现3人成绩出色，但自己只考了300多分，担心成绩不好被取消，他便利用知道3人身份证号和密码统一的机会，在志愿填报结束前利用手机登录篡改3人志愿。7月12号，警方对记者称，事后浙江省考试院根据后台记录恢复3人原志愿，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陈某被行政拘留10天。为了泄愤或者是嫉妒，恶意填报篡改同学的志愿，真的是毁人一生。还好呢，浙江省考试院是根据后台的记录恢复了这3个人原本填报的志愿。事关个人前途命运，任何原因也不能成为恶意填报篡改同学志愿的理由。然而这样的事情啊，还并非这一件。在河南中牟县，复读生小刘的高考志愿也遭到了恶意篡改。535理科，然后高出1本线32分，因为我们班是第一复习生，算是有一点超常发挥的感觉吧。那个报的志愿院校呀都是省内的，专业都是往医学或者是师范这方面走。在2019年6月30日这天，他把我的本科1批、2批志愿都填报，本科1批。6个志愿，结果报了1个志愿是北京大学。在本科2批里面，他给我一共是9个志愿，他给我报了1个志愿，报的是西藏农牧学院。然后我的分数根本就是不能达到北大那个学校的要求。填报志愿完之后，必须隔过1个小时之后你才能进行修改，每过1个小时他就立马就是修改了，他就时间很紧凑。就是他这种就是我感觉是恶意的。当时把我的账号密码还有什么信息，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事本上写着，那个本在教室里面放着，后来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当我发现它不见的时候，我就开始找，也没有找到。在7月3号下午左右，然后我自己手写了一份我自己的志愿还有专业，然后通过县招办这边就传到那个省教育局那边，给我的回复就是在只要是破案以后有一个破案证明，就是我手写的那份我个人的志愿才可以生效。然后抓住嫌疑人之后，这个案件破了，就是咱们可以开了正式说案。他这个显然是这个填报志愿以谁填报的，案件不破，现在咱也控诉不了，是他自己改的。他这努力了1年了，他觉得是压力很大。如果耽误了这个时间呢，结果真是就是很遗憾。据河南省招生办12号发布的公告显示呢，7月11号，中牟县考生刘某某高考志愿被恶意填报一案成功告破，犯罪嫌疑人系刘某某同班同学乔某某。经公安机关查明，因考生刘某某与同班同学乔某某在校期间曾因琐事发生矛盾，乔某某在看到刘某某的高考填报志愿账号以及密码后，于6月30日登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对刘某某的高考志愿进行了恶意填报。目前呢，公安机关正在依法依规处理当中。 省招办同时提醒各位考生啊，登录网上填报志愿系统的密码是考生网上填报志愿的身份标志，应该由考生本人设置并妥善保管。密码设置还要有一定的复杂度，不能将密码随便透露给他人，更不要让他人代填志愿。这恶意篡改他人的高考志愿啊，这改的可不简单的是几个学校名字那么简单，而是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我们经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但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显然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该有的害人之心呢，始终有人有；该有人人都有的这个防人之心呢，有些人就是没有。是该给自己的高考志愿加把安全锁的时候了。这一方面是考生自己和家长要有足够的警惕性，切勿外泄信息；另一方面呢，也要从制度和技术入手，加强建立防篡改和纠错机制。高考不是小事儿，别让他人的想法替代了你自己的想法。 再来看昨天呢，网上还有一段热传的视频，赢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事情发生在天津，在干干净净的一个小区，竟然有住户经常从楼上往下边扔垃圾，还好被旁边的一个小伙子看到了。这小伙子忍不住吼了一声。 了，嘿，别扔了。 这小伙子说啊，经常看到对方往下边扔垃圾，这一次实在是忍不住，就喊了一嗓子，干得漂亮！这一声怒吼看似简单，却坚决有力，震慑住了一些不文明行为。再想到前2天就在陕西，还有一个所谓的妈妈防空队，就一群妈妈们就走到各个小区里边，就提醒大家不要高空抛物啊，如果发现一些嫌疑人的话，还配合警方，带着警方一块去上门进行劝说教育等等。 总之，这个高空抛物前段时间的确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和惨痛的教训，它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制止高空坠物，谁都不应该是旁观者。希望这一声怒吼，或者是作为一个妈妈防空队的队员，像这样的更多的自发的行为，能够帮助我们去纠正这些不正的行为，让自己的心中呢更多一份勇气，这样大家才多一份安全。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媒体新势力榜单。稍后呢，静静给大家带来第一时段的看天下，重点关注一下暴雨和洪水。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从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强降雨也导致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 来自水利部的消息，受上游干流及鄱阳湖水系来水影响，长江中游干流九江水文站昨天清晨5点水位涨至警戒水位20.00米，为长江2019年第1号洪水。截至昨天14点，长江九江水文站达到了20.11米，超警戒水位0.11米，并且仍然处于上涨的态势。预计未来几天呢，长江中下游干流各站水位将持续上涨。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桂林漓江水位持续上涨，超过封航水位。昨天，桂林海事局对漓江所有旅游客船实施封航管制。数据显示，13号7时，桂林水文站水位达146.10米，超封航水位0.6米。为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桂林海事局决定从13号7时起。 对漓江市内游航线和漓江金华游航线实施封航管制，再加上8号已经对漓江排筏实施封航管制，这就意味着1周内，桂林海事局2次对漓江旅游客船排筏全线封航。为确保辖区水上安全平稳有序，桂林海事局目前启动防汛抗洪一级响应，成立现场检查组，吩咐一线对重点水域、重点船舶开展监督检查和救援工作。 海事部门提醒有关单位，船舶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严格落实值班制度，严禁冒险开航。游客也不要冒险乘坐旅游客船和排筏。除了河流水位不断上涨，桂林的强降雨还引发城市内涝，有群众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救援报警之后呢，迅速出动开展救援。 下午10点40分，广西桂林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由于持续降雨天气，导致桂林市象山区银海医院进水停电，并有多名产妇、病人需要转移。接警后，消防部门立即赶往现场救援。上午11点左右，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发现水已经进入医院配电房。随后，消防人员分为2组，一组人员利用机动泵进行排水，一组人员利用橡皮艇将被困病人转移至安全地带。由于被困人员多为产妇，不能涉水，消防人员将橡皮艇拉到医院大门楼梯口，将被困人员转移。 经过5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消防救援人员分批次成功将被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此外，受到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洪峰过境影响，桂林市灵川县多个乡镇受灾，交通受阻。灾情发生后，灵川县相关部门调用冲锋舟和橡皮艇对受困人员进行救援。截至下午6点，已解救被困群众25人，转移疏散群众350多人。 此外，在大墟境内的桂兴公路草莓岛路段及大墟古镇路口等积水严重路段，当地已派专人值守，并设置警示牌及警戒线，对来往车辆及人员进行疏导。我们再来看江西的情况，从12号开始的新一轮强降雨，造成江西部分地区爆发山洪，一些村庄被洪水围困，出现险情。 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荷塘乡，由于连续的强降雨，昨天上午荷塘乡突发山洪，当地同方村、杨湾村、仓下村、山门村4个村庄的居民房屋、农田不同程度被淹，多处山体塌方，导致道路受阻，交通中断。由于预警及时，山洪爆发前，当地已将所有群众安全转移，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12号，在樟树市金楼镇、黄土岗镇等地。 强降雨引发洪水，将村庄围困。处于地势低洼地带的金楼镇湾头村旧坛村小组，积水深达3米左右，部分民房农田被淹。当地政府组织镇村干部调集生活物资，通过竹筏运往旧坛村小组，给村民们送去了米、油、方便面、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并转移了部分村民。 我们再来看看湖南的情况。7月12号晚上10点，因新一轮强降雨来临，湖南中方县上游铜湾电站开闸泄洪，导致湖南中方县铜湾镇低洼处进水。当地政府连夜转移群众400余人。7月12号晚上11点左右，湖南中方县铜湾镇的街道已经开始积水。截止到当天晚上12点，铜湾镇共转移群众400多名，其中商户80多户。 进行就近安置和投亲靠友安置，当地党员干部全力做好防御措施，24小时备勤。7月13号早上7点，低洼地带积水最深处超过1米，当地紧急调集抽水泵进行抽水排涝。13号下午14点，上游电站泄洪流量保持在8400米/秒，趋于平稳，积水缓慢退去。 我们再来看浙江，从7月12号开始，浙江多地出现暴雨，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强降雨造成部分地区山洪爆发，多地出现塌方。浙江省防指于昨天上午10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7月13号上午9时，浙江杭州市桐庐县的部分山区道路出现积水，不少路段由于山体滑坡，导致车辆无法通行。 桐庐县交通部门立即组织了抢险人员，对道路进行紧急疏通。随后下午，该道路已经恢复临时通行。在杭州市临安区，强降雨造成多条道路路段出现塌方和路面积水，临安20条公交线路暂停营运，16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灾情发生后，当地交通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对受阻路段进行抢通。截至目前，临安已转移危险地带群众153人。7月13号上午，一辆出租车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围困在了浙江省开化县的马金镇，情况十分紧急。见此情景，驻守的镇村干部和当地居民立刻伸出了援手，合力救出了被困水中的司机和车辆。据预计，本轮强降雨将会一直持续到16号。为应对强降雨，浙江多地的水库陆续开始放闸泄洪。13号凌晨4点开始，桐庐县的分水江水库、萧岭水库开始开闸泄洪，富春江水库从4号开始就持续泄洪。绍兴境内的曹娥江、濮阳江两江流域、沿江各类堰坝闸均已开启，全力做好预排准备。 再来看安徽，最近2天，安徽省黄山市多地遭遇强降雨，给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在安徽黄山市，多地降雨仍在持续，当地气象部门于13号下午再次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安徽黄山市多地因排水不畅发生内涝，在黄山市屯溪区一处老厂房宿舍楼内涝严重，积水最深处超过1米，楼内10余名群众被困。13号上午，接到报警的消防部门紧急赶赴现场实施救援。经过2个多小时搜救，消防救援人员成功找到所有被困老人与孩子，并挨个背出宿舍楼，转移至安全地带。 同样，13号上午，在黄山市歙县五渡村一处山地，由于受到暴雨冲刷，发生山体塌方，碎石堵住一处村民房屋，导致屋内积水无法排出，4人因此被困。当地消防随后携带担架等装备，迅速赶往现场展开救援。随后救出的被困人员由当地政府进行了妥善安置。 12号开始，安徽黄山休宁县境内普降大雨，强降雨引发了多处山洪突发。 导致下游月坛水库坝前水位一夜之间上涨了 5.7米，位于坝区内的陈峡乡小荡村受到涨水威胁。13号一大早，当地政府开始组织村民转移，村干部、民警、民兵等帮助村民搬离家中物品，并挨个帮助无法自行转移的老弱村民进行转移。 截至目前，库区低洼地带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连日来的强降雨还导致休宁县境内74座水库中，20座超汛限水位，14座水库溢流。目前各水库已经在按调度计划进行泄流。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三伏天啊，但是我们刚才的新闻可以看到啊，南方不少地方却丝毫没有感受到伏天该有的酷热，因为一直在下雨。那不知道未来南方的雨会不会有新的变化呢？马上来连线气象主播徐丛林，请他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丛林，早上好。早上好，静静。没错，其实从6月份开始的南方就一直是雨水不断，强降雨也是此消彼长，几乎没有哪天南方多地是彻底转晴的。比如说杭州，前段时间以来就是雨水不断，昨天也是下了暴雨，就有杭州的网友说了，脚泡了一天都大了1码。还有人说啊，这个杭州的雨啊，应该是包月套餐了。然后呢，有一位网友在底下回复他说，呵呵，广东的雨都已经快包年了。 幸亏是周末哈，可以不用出门。但是今天如果必须出门的话，还是要继续关注一下降雨预报。中央气象台早上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预警，是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大到暴雨在南方依然有不少，像浙江大部、福建西北部、江西大部、湖南南部、广西东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部、四川东部局地以及西藏的东南部局地，尤其在。 浙江、福建、江西3省的交界处的局地呢，可能还会有大暴雨出现。我们给几个点，像武夷山、井冈山和温州，今天预报的不是大雨就是暴雨。生活在这些区域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了，一定要尽量的减少外出，特别是要避开山区、河谷等等地质灾害高发区。 展望未来呢，南方大范围的降雨呢，起码会持续到17号，也就是下周3。所以未来3、4天，这个雨啊都要重点关注。比如说明天、下周1，新一轮的强降雨在南方会无缝衔接，大到暴雨会先从四川盆地这里逐渐的发展，在后天周2、大后天周3的时候呢，这个暴雨会逐渐的向东扩展，蔓延到长江中下游沿线。从这个趋势来看哈，可以总结一下，就是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向北抬。 未来一段时间，南方的强降雨会逐渐的转移到长江以北，强度也会逐渐的收敛。再说的更加简单一些，就是7月下旬多雨的该是北方了。说到北方的雨呢，目前已经开始提前预习了。比如说今天在东北、华北、黄淮以及西北的这些蓝色的区域都会下起雨来，整体雨量不是很大，而且分布不均，局地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而下周呢，在华北平原一带受到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北上的控制，强对流可能会随之减少，但是雨水可能会增多。总的来说，夏季咱们国家的雨水啊，特别像一个游戏，叫萝卜蹲，就是南方蹲，南方蹲，南方蹲完北方蹲。下周后半段开始，北方要注意接棒了。静静，其实除去影响交通出行啊，很多朋友还是挺喜欢下雨天的，因为起码不会那么热了。但是像这种包月啊，还是包年的，那就算了吧。那说到热呢，今天高温的区域会如何发展呢？入伏之后呢，高温天气也是相应的增多。比如说，今明两天在刚刚预报的强降雨区域的南北两侧还是有的。北方呢，像华北、黄淮以及南方的华南都是会有高温天气。在北方，今天具体来看一下，这些红色的区域呢是会达到或超过35度的。新疆的北部和南部局地，另外山西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中北部和山东的西部啊，这些区域是比较炎热的。而在我们用白线圈出来的这些深黄色的区域呢，能够达到或超过30度，也是比较热的。城市当中，比如说郑州，今后3天都会在高温线上下徘徊，而且郑州几乎没有雨哈，干热暴晒，很不舒服。南方呢，再来关注一个高温城市广州，广州呢今天有雷雨，虽然说达不到高温线，但是也有34度。明后2天雨停下来，继续的升到高温。广州呢，虽然说温度看起来有时候没有郑州那么高，但是因为湿度大，蒸煮的感受非常明显，那种体感温度甚至要比实际气温高很多。这也就导致了，虽然说在今天啊，华南的高温并不多。广东的西部和海南这些红色的区域，但是只要在华南预报了30度以上的，就要特别注意。像台湾的北部和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和海南啊，都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是每周末天气连线之后准时送上的天气早餐。今天咱们要吃的是青菜豆腐和黄金馒头，粗茶淡饭，挺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的13号，热带风暴巴里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近岸城市登陆。在风暴登陆前，多个州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称，13号上午，热带风暴巴里在登陆前曾短暂升级为飓风，成为2019年第一个大西洋飓风，最大持续风速一度达到120公里每小时。当天下午登陆后的巴里从飓风减弱为热带风暴。气象部门预测，随着巴里向内陆移动，预计14号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气压。风暴登陆前，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都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政府敦促公民注意财产安全，建议人们储备物资并待在家中。大量居民也为风暴的到来囤积食品。13号一早，在一家沃尔玛超市门外，有几十人排队等待进入。而街对面的一家杂货店里，摆放水和面包的货架上，商品已经所剩无几。也有一些居民和游客选择撤离。旅游部门称，12号开始就有大批外地游客离开。风暴登陆后继续向西移动，这使得地势较低的新奥尔良免遭此前人们担心的大规模洪水侵袭。不过，州长警告居民说要保持警惕。随着风暴继续向北移动，降雨有可能加大。在新奥尔良，当地最大机场已被关闭，数千旅客滞留。气象学专家警告说，随着风暴从墨西哥湾向内陆移动，在一些地区，暴雨可能引发严重的洪水。而受巴里影响，墨西哥湾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已经减少了近 60%。 根据尼泊尔内政部网站1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近2天暴雨引发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2人死亡，另有17人失踪，32人受伤。目前呢，尼泊尔全国77个县当中有21个县遭受了洪涝灾害。尼泊尔警方出动近3万警力救援受灾民众。持续的降雨也给尼泊尔交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全国的几条主要干道部分路段被水淹没或者出现了塌方。目前呢，尼泊尔是正值雨季降雨的高峰期。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索马里，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南部港口城市基斯马尤市的一家酒店遭遇恐怖袭击。截至目前，此次袭击造成26人死亡，另有至少56人受伤。据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人员确认，伤者中包括2名中国公民，但这2人没有生命危险。使馆已与伤者家属取得联系。 索马里朱巴兰地方政府当天向媒体表示，死者中包括10名外国人，分别为3名肯尼亚人、3名坦桑尼亚人、2名美国人、1名加拿大人和1名英国人。当地官员说，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12号晚间在基斯马尤市中心麦地那酒店入口处发动汽车炸弹爆炸袭击，随后闯入酒店并与所安全部队交火。除1名自杀式袭击者外， 朱巴兰地方武装已击毙剩余3名制造袭击的武装分子。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人员向记者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这次恐怖袭击中受伤，但这2人没有生命危险。当地居民说，由于当地议会选举临近，不少议员和官员近期下榻该酒店。死者中包括1名参加8月地区选举的候选人。另据报道，至少有2名记者和1名联合国机构工作人员遇难。 索马里青年党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索马里青年党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极端组织，近年来在索马里及其邻国发动多次恐怖袭击。据美国媒体12号的报道呢，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当天呢批准与脸书公司达成了一项约5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但和解协议当中有关脸书公司应该如何改进个人数据保护的规定还不清楚。此外，协议还需要提交美国司法部审议。如果审议最终通过的话，将成为美国政府对科技公司开出的最大罚单。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脸书公司目前呢均都没有对此事发表评论。 2018年3月，脸书公司卷入数据滥用丑闻。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英国公司被曝以不正当方式获取8700万脸书用户数据。随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脸书展开调查，以了解它是否违反了几年前与该委员会达成的一项有关消费者隐私保护的和解协议。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暑假已经来临，又到了出游的高峰期。而邻国日本的京都，近年来呢，已经逐渐成为了很多游客到日本旅游的必去目的地之一。京都除了有保存良好的日本古代建筑之外呢，宇治抹茶也是深受日本国内外人们的青睐。宇治抹茶中的宇治啊，其实就是京都府下的一个城市。那我们现在就到那里去看一下。 日本宇治市以宇治抹茶闻名，在这条街道上的中村藤吉就是一家有着160多年历史的宇治茶老字号。现任继承人中村藤吉告诉我们，历代继承人在继承的时候都会将本名改为中村藤吉，以此继续守护这个家族品牌。 而家族世代所居住的家宅，因为保持着明治时代的典型茶商风貌，在2009年被列入了日本国家级重要文化景观。如今来到这里的游客，不但可以品尝到各类地道的抹茶产品，还可以体验抹茶制作的过程。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这家店来体验抹茶制作工序的地方。那么这是一个小型的石磨，那么通过这种研磨的方式，那么发酵了半年的绿茶就会从这里研磨出来变成粉末了。那么接下来呢，我请老师帮我来收集一下这些粉末状的抹茶。那老师呢是通过特殊的羽毛将这些抹茶粉末整理并且收集，那么最后呢会将这些粉末 装在专门盛放抹茶的器皿里面，这样的一个抹茶制作工序就基本完成了。走过别具风味的庭院，我们来到一个专门品茶的房间，等待抹茶冲泡完毕。在冲泡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用竹子制成的茶筅在茶碗中搅动，使抹茶粉末与水融合。 除了茶饮品，中村藤吉还推出了多种抹茶甜品以及抹茶荞麦面等特色产品，供顾客选择。据介绍，仅仅宇治市这一家店一年的顾客量就能达到40万人次，而中村藤吉在日本所有店铺的年营业额有1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4亿元。もともと我々の店はB2Bで地方の小売屋さんにお茶っ葉をだけ売ると。 いう商売を30年ぐらい前まではしていました。やっぱり自分の信じたものが B2B では売ってもらえない、買ってもらえない。そこでやっぱり僕自身が B2C へ行きたい。一番最初にやったのはソフトクリーム。70、80の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までみんな食べはるので、ものすごく我々に買い物に来るお客様の層が広がる。抹茶そばってのは初めてです。 抹茶そばはじゃなくて抹茶そばは初めてです。抹茶の香りとあとすごい抹茶の塩をつけて食べるっていうのも初めてだったので、それがすごい美味しいです。虽然宇治市人口仅有不到19万，但中村藤吉这样的100年老店已经通过不断的传承，把当地的抹茶文化推广到了世界。 据统计，宇治市所在的京都府，其抹茶产量占到了日本全国抹茶产量的40%，而其中的大部分都会运到宇治市进行再加工，使其变为商品销往世界各地。与此同时，这些高质量的商品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到此体验地道的抹茶文化，从而为宇治市增添新的活力。 其实去宇治啊，除了能够品尝到地道的抹茶和抹茶制品以外呢，还能够近距离地感受随抹茶而诞生的朝日烧老店的魅力。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探寻一下这家老店它的工艺的奥妙之处。来这里品尝地道的抹茶，当然是大家来宇治市一定会干的一件事儿。不过除此之外啊，宇治也因伴随着抹茶而诞生的朝日烧所闻名。接下来，我再带您去探寻一下这项工艺的奥妙之处。 我现在所在呢是在宇治市一家名为“朝日烧”的老店。那么这家店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传承到了第16代人。那么我手中的这个作品啊，就是第16代的作品。那么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专门用来盛放抹茶的茶具。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不依赖花纹等装饰，非常遵循土本来的韵味。在这里啊，您还可以体验制作朝日烧的过程，并且可以看到数代传承人的作品。 随着不断的传承和演变，如今的朝日烧从最早专门为抹茶制作茶具，已经发展成为给各类茶制作茶具的店铺。一个较为精致的茶碗，通常需要手工匠人花费2、3个月的时间，才可以真正摆到顾客面前。而一个朝日烧茶碗的价格，也因制作工艺不同和制作者不同，售价从人民币600元左右到6万多元不等。 我们再来关注暑期出游。今年的暑期旺季呢已经来临，随着中高考和报考的结束，作为学生一族的95后已经成为今年暑期出游的主力人群，占比达到30%。数据显示，2019年暑期出境游中，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区仍是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今年暑期出境游另一特点是具有独特文化历史和丰富旅游资源的小众国家和城市增长迅速，如欧洲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波黑，游客数量呈4倍增长。另外，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和土耳其西南部地中海滨的安塔利亚也成为今年暑期的热门路线。 在国内游中，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和广州等1线和新1线城市依旧是出游最热门的目的地。同时，国内游也出现新特点，特别是学生的出游趋于小众和多元。青海海西、吉林长春、山西大同的游客数量有6倍以上的增幅，日照、延边、湛江等也成为增幅最快的新锐城市。数据显示，在庞大的出游人群中，95后已经成为旅行人群的主力军，而住民宿是学生一族的热门选项。学生们通过住民宿体验当地文化，了解世界，丰富自己的经历。在国内游方面，今年暑期出游的游客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游客对民宿房源的选择上倾向度假区、独栋小屋，并对游泳池、厨房等有偏好。中国民宿的趋势的话，肯定还是以这个用户的需求为出发点，会持续的话让这个民宿更加的这个个性化。比如说这个亲子游的，那大家可能在设施上对亲子的设施会投入更加多。一些小清新的学生旅行的话，那可能在设计上面也更加倾向于吸引着年轻人。在暑期出游的时候呢，机票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现在这个票价的确也很贵。而每年这个暑期呢，既有学生流，还有什么旅客流、商务流等等。但是在这样一个叠加的高峰期，怎么才能够买到便宜的机票呢？有没有一些打折的办法呢？我们来看看。 在北京的一家旅行社，记者碰到了前来咨询去欧洲自由行的黄女士。她原本计划的欧洲5国12日深度游，平日机票加酒店的价格在每人17000元左右。但是因为孩子放假才确定出游，往返机票的价格上涨了3000元左右。那么这趟旅行在机票方面，一家3口就要多花将近1万元。暑期价格确实是挺贵的，跟平常的价格上涨了不少。 我想去西欧，然后3个人差不多6万块钱。黄女士告诉记者，虽然也知道暑期无论是机票价格还是酒店价格都上涨了不少，但是孩子只有暑假有空，只能选择这个时间出行。根据民航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暑运从航班计划量来看，整体增幅在7%到8%左右。具体来看，暑运第一周。 7月1号到7号，日均航班量16825班，同比增长7.5%。从客座率和票价情况来看，7月1号到7号，国际航线平均客座率为80%，平均票价为1336元；国内航线客座率为83.3%，平均票价为790元。今年七月初的时候呢，价格是比同期是价格是下降的，因为我们的需求呢，今年的需求弱于去年，但是从10号之后呢，整个目前需求量都比较大，那价格呢也在往上走。进入暑运第2周，随着学生游、亲子游出行的全面爆发，国内机票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像今天从北京飞往南昌的机票，最低价格是965元，相当于6.8折。但是在7月1号的时候预订，只需要430元，相当于2.9折。从往年比来说，而且消费者的这个提前预订旅游的这个时间越来越早。 像出境来说，基本上你得提前3个月订。今年11的票，像飞到日本札幌，机票已经过万了。晚订的话，机票是你旅行非常大的这个消费。业内人士建议，如果时间较为充裕，可以选择跨区域旅行。比如北京周边的旅客，暑期如果打算到日韩、东南亚等地游玩，可以考虑选择从天津出发。由于天津并非暑期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和往返地，客流量相对较小。 像日本这个目的地，从北京直飞的话，暑期往返的机票价格已经达到7000多元。但是如果选择从天津出发，票价还有4000元到5000元左右的。从重庆到这个海南的航线，包括海口到三亚，我们这块机票大概是390块钱起，是很便宜的。然后国际呢，我们也是国际大促做了一个很好的、很优惠的一个力度，旅客可以享受10%到20%不等的下浮的一个政策力度。 选择暑期出游啊，不少人呢都是带娃出游。那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机票是个什么情况呢？下面来给您画一画重点。截至目前，民航主管部门已收到各航空公司暑运期间加班申请，共计19748班。 其中，国内航线加班18361班，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西北、新疆等地区；国际航线加班1387班，主要集中在日、韩、东南亚等地区。由于暑假假期较长，出游时间充足，使得带娃出行一直是暑期旅游消费的刚需。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2孩同游激增，已成为暑期游市场的新潮流。且今年的一个特点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二孩出行的一个比例的订单呢，是属于一个急增的一个状态。那大概一个儿童订单的一个比例涨幅在于50%。那么二孩孩出行的一个比例呢，已经增幅在61%左右了。记者在机场看到，很多带俩娃出行的家庭，基本都是前往东北和西北这样的气温凉爽地区。而谈到机票价格，家长们都觉得可以接受。暑假的时候6月稍微贵了一点，但是说整体还算比较优惠吧，大概大人6折左右。然后小孩这个比较固定是700块钱，这个200块钱。 这个不到2周，所以说不到是200块钱，好像是1折吧。我们在小宝2周岁以内呢，才1折机票，成人的机票大约是4点多折吧，好像是不到5折。您是提前多久买的机票？1周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儿童乘坐飞机并不是按照身高1.2米以下免票的标准来执行的，而是分2岁前、2岁到12岁2种情况购票。 其中5到12岁儿童可以在无成人陪伴下单独乘坐飞机，出生14天到2周岁的婴幼儿都需购买婴儿票，票价为经济舱全价票的10%。这样的孩子不占座，需要由成年人抱着乘机。婴儿票无法从网站上购买，需要拨打航空公司客服电话或在机场航空柜台现场购买。而2至12周岁的儿童票价为经济舱全价票的50%。 他们都是有自己座位的，并且可以从网站上直接购票。